David Wu， 这是留学兵法第十二讲，选一个文化上对得上你这个亚洲面孔的名字啊。上个视频里面我们讲到，你应该起一个英文名字，这样在别人的脑子里边记得你非常清晰好记，然后呢大家也好说，这样大家容易记住你，你永远在圈里边。咱们现在说，就是有些名字他会想到，他会刚一听他会觉得，哎，但这是个黑人名字，然后或者是个墨西哥人名字，他会有一个 cognitive dissonance， 你不希望他有一个 confusion， 或者有些人可能想多点，觉得你看他不了解文化是吧，瞎起名字。黑人名字啊，咱们大概说一下，就女孩呢基本上是不要起后面最后字母是 A 或者最后三个字母是 SHA 沙的音，什么 Latasha、 Keisha， 这一听就是黑人名字，非常明显。 Tamika、 Obama 后边是 A 字母的容易是黑人名字啊，女孩是这样。男孩呢不要起这个刚开头是 Le 或者 La 或者 The DeMarcus、 LaMarcus、 LaShawn 是吧，这些法语的开头的 Le、 La、 The 一般都是黑人男孩的名字，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墨西哥人名字主要是给男孩啊，能看出来啊，你特别明显 Carlos、 Ricardo、 Antonio、 AlejandroFernando、 Roberto 是吧，欧的都是墨西哥人的名字。还有就是 J 开头的啊， Juan、 Jose、 Javier， 他 J 呀、啊、都是出 H 的音啊，这个非常明显墨西哥人名字，你起也没关系，但是总之我觉得我听上去我就觉得这个一看就是不太懂啊，起这名字就是有点好玩啊，希望人家尊敬你，通过你的名字有一定的沉稳度是吧，就是好好起名字。另外呢就是有些名字呀是明显的狗名字，给小狗起的啊，比如说 Lucy、 Lucia、 Luke， 这都是很好的人名。 Lucky、 Lulu， 这是很好的狗名字啊，就是是有这么一个回事。你不确定的时候你问你认识美国人啊，可以在这个视频下留言问我，我看到我回复你们，我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人名啊就符合你的形象的时候非常好，大家能记住很舒服，不符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。最后呢就是奇怪的名字，我是这么建议啊，名字应该就是名字，不要拿一个字儿，随便一个字儿当名字。我认识几个人，我认识一个 Circle， 一个 Future， 还一个 Lucky，都是香港人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？就特别逗，就叫他 Circle， 知道我们就有人就开的玩笑，就说你为什么不叫 Protractor 呢？对吧？就是字儿的名字为什么不好？是因为大家在说话的时候，他说起你的名字哈，就是说 ，Oh yeah， you know， I heard from Circle that you know he said this， 或者 Yeah， Lucky was also another baseball player。大家得想一下，你是在说话呢，还是在说人呢？不认识你的人，比如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他不太熟悉的时候，他到底是在说话呢还是说人名呢？就名字就选名字。好，起名字不确定的时候问问别人，因为起了名字最好就不换，大家都记着你是吧，那个在 Facebook 上各种邮件 LinkedIn 都能找到你，不确定的时候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，我来回复。好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